哎，咱们下一项安排的是什么？逛街。走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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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恕奴婢直言，你该不会是失恋了吧？臭丫头，瞎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，您看您这又是疯狂购物，又是逛街做美容的，这么大量、集中、报复性消费，这除了失恋后遗症，还有什么呀？少说废话，跟上我就行。哦，哎呀，满意去，醒醒，醒醒，我有大事要跟你说。那，公主。我感觉昨晚奎木狼来过。啊，公主，川儿怎么样？有没有川儿的消息？我跟他没见着呢。那你说个什么劲？嘿，你倒还怪起我来了。公主，是末将失言。刚刚公主说找我有大事商量，什么事啊？我觉得他既然来过第一次，肯定还要来第二次。满英雄，你就在此来个守株待兔，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一把把他抓住，怎么样？公主是想，你还想不想见到春儿了？想。你还想不想去化兽了？想。可是这奎木狼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即使我武功高强，但是想擒住他，还是有难度的。也是，如果他不出现的话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怎么了？有了。真的有了？真的有了。嗯。